老林，我总算是找到你啊！是你？你是那个胖丫头的黄董？你跟我讲哪熟识啊？哦，你捌见过我？那呢，我就免自我介绍啊。哎，老林，我今仔是来报答你的呢。黄董，你讲你人常常无伫咧台湾，无时间回公司，所以就要把花豹物流交予阮过来管理。无唔对。好心是有好报，无唔对啦。啊，不过一间公司呢，敢会伤害？这样，我捌详细考虑过啦。伊讲紫薇救我，啊，带我伫街仔路安尼弄来弄去，路差阁足深的。啊，紫薇人品阁真好，我认为非常适合。而且我即马时间拢爱开伫个生医科技做研发，啊，搁爱做网红拍片。紫薇啊，我信得过，交伊啊，绝对无问题啦。妈，安尼刚好。我感觉做物流袂歹啊，而且哦，恁搁做外商遐尼侪年啊，伊个经验一定当有帮助。是啦，啊，公司哦是黄董的啦。人当的坚持，哎，你趁着伊伊安尼，真正就歹势啊！坚持，我非常坚持。哎，紫薇，你都要答应呢。哥，你出门啊？我来洗面一下，穿这一下。哥，干啥去啦？哦，我时间差不多啊，今仔是哦，公司有最重要的颁奖典礼。妈，啊，秦牧先生，我先回公司。黄董，多谢你对阮哥遐尼好，我会叫阮朋友哦，做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。那我先甲你说多谢哦，顺行。你的新船，莫安尼讲啦。迄花豹物流，我原本就想要脱手，啊，今麦会当交予青木社长来换，我相信这是上好的安排啦。王董，我一定交代紫薇啊，好好经营，绝对袂写你的名字啦。是讲莫请你后头转交，千万唔当有紫薇知影讲哦，头家换啦。这无问题啦，王董，多谢。紫薇总经理，连名牌拢穿好势啊嘞！紫薇，你看，哎，总经理呢，这是一定爱的啦。我跟吴董参详过啊，伊答应我随叫人来处理。紫薇，啊，你想哪？我迄个拢袂晓讲话啊。妈，我今麦是不是在眠梦啊？你讲咧，哎，紫薇，来，坐看麦。陈总经理啊，阮黄董哟，人常常咧讲我，花豹物流后盖就靠你啊。啊，不过我啥物拢无经验，啊，费用坐到遮尼啊悬，敢袂无适合啊？确实啦，这对伊来讲是全新的领域，会紧张难免的。啊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甲你斗相共，后盖咧事业上你有任何问题，拢有通问我，欸我对你真有信心嘛，你嘛爱对家己搁较有信心，知无？好，我一定好好拍拼的。紫薇，要做生意哦，妈妈嘛是对我开始，无法度给你伤多建议。
也不过以后我的店来后要送货哦，我拢会交予你的花豹物流，就当作是你做总经理的头一个业绩。杜小妈，那年我嘛送你一个礼物啦，但阮上野商城起好了后，所有的货物运输拢交恁花豹物流。诶，陈总诶，到时阵麻烦你啊。多谢青木先生，真正多谢。紫薇，你一定要好好做，莫让青木先生失望。袂，我绝对袂让你失望的。只是我从来都无想到讲我有这个机会，我拢感觉这一切不是真的。我一定阁爱找一个机会，好好甲吴当说道声。唔是甲你讲，吴当人拢咧国外人真无闲，你莫甲人交叉啦。啊，你若真正要感谢哦，你就感谢啊，感谢你天天爸爸的保庇啊。啊，那呢？我就搁说多谢一届，多谢你，青木先生。恁两个安尼徛做伙，笑笑个咧给我看，袂输是我真正爸爸妈妈同款。戆囡仔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本来就是你妈妈。啊，对吼，我一下欢喜过头，我话拢袂晓讲啊。啊，青木先生。是嘞啦，啊，别，免是嘞。你想看卖，你甲我叫爸爸叫几遍啦，无差一遍。啊，今日你的好人，你欢喜就好，哈。真正足多谢的，我一定好好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好啊拍拼回报你。好，我期待，我足期待啊。啊，办公室我看了啊，我想要去看公司的环境，好好熟悉一下。恁敢要跟我做伙去？啊，我行路行到。好有淡薄仔酸，想要小休睏一下，我你先去啦，好。好。我看你哦，笑到比紫薇更加欢喜。干母。哎呦，哎，真正嘞，原来看到家己的囡仔，会当咧愿望哦实现，我都做家己想要做的代志。未来我都出团，真正是比家己成功搁较搁较快乐啊！我，是讲紫薇个小春，因第一届学样行路，啊，第一届叫你妈妈，啊，第一届家己读书个时阵，你买这种心情哦？是啊。可惜当初我拢无为了因来辛苦拼啊！过去的代志都莫搁去想啊，未来较重要。啊，而且紫薇甲小春伊还搁少年啊，以后伊的人生哦，你陪伫伊身躯边咧就好啊。嗯，确实啦。哎，我真紧哦，就当为天顶的爸爸，变作是真正我都陪咧伊身躯边的爸爸，我的愿望就当实现啦。讲听清楚，你害我受伤，害我生育的冤就转倒煞。啊，不过你害爸妈阿妈，规天为你操烦，你这个不孝囝，你上好即马就醒过来哦，那么我就拍到你醒过来为止。哎，别打你啊！喂，哎呀，周安迪上惊听啊，无你靠我甲拍，伊就醒过来啊。安迪护送就已经足可怜了。安迪有反应啊！我哪有看到？你看，我就讲这招对伊有效啊！周安迪，你最好是今晚就醒过来哦，那无我就照三顿甲你拍，拍甲你变作啥样子？安迪，我都气啊！伊真正醒过来啊！阿
紧张醒过来啊！安迪，这。啊！你要叫谁啊？要害我？像艾莉啊！安迪副总一定跟你去林东宇啊啦！紧求啊！伊要害我！紧求啊！安迪讲有人要害伊，安迪想要害你。啊，像阿迪，阿迪，你怎行啊？这边是你刚刚弄，你没在我。啊！妈，回过来，你别伤害我。啊，阿迪，让我帮你伤害你。阿迪。你是要准备伤害我，就算讲你更加讨厌我，我还是你的太太啊！你去，你快过来，好利索，好利索！安迪，你好好讲。你快过来，不要伤害我！安迪，什么是什么状况？安迪，别让我可能伤害你。对啊，安迪胡总。为什么？哎，你快死来了啦！阿弟，我说你的受伤，哎呦，快死来了！哎呦，是安怎要把伊绑起来？伊也无做啥。我安尼做是拼命影响害家己啊！家属强行离开啊！这个伤就是安迪用的，您爸妈知影，嘛去阮家回信的呀。安迪怕你，这边哪有可能？安迪上讨厌的就是使用暴力啊！我自细汉怕伊怕到大汉，伊拢唔捌怕我呢。我嘛唔相信啊！伊讲，伊阁一直甲医护人员讲，我要害伊。医护人员甲我讲。伊即马在是妄想的尽头啊！安迪一定是因为神志不清才会安尼做，伊毋是超过伊的。我代替伊向你回信嘞。我袂怪伊，我只是足艰苦的。别人拢是互人塞笑面面，不过我即个做太太，煞是安尼互伊对待。安迪破病啊，伊毋知影伊家己咧创啥。我是安尼想啊，卡叔讲，因为我的刺激，会当让伊有活力，会当我去恢复正常，安尼嘛真好啊。珍妮，我会阁去找有名医生来为安迪医治，我是绝对袂放弃。真正就多谢你耶。安尼要先倒去无闲无，只要有我伫个就闲啊。啊，卡边你小等看到安迪。你有够艰苦啊！好啦，我临刚叫过来，你辛苦啊！我已经有给伊做镇定剂了，伊即摆的情绪有较稳定啊。多谢。阿伯，请好好照顾我的先生。参照今日这么刺激，对伊无好。阿伯，不管任何人来看伊，请一定爱通知我。我了解。